家好，我是软妹，欢迎观看 PK 大世界。都知道睡前玩手机不好，但是很多手机党偏偏控制不住自己。那么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减少睡前玩手机的伤害呢？小编特意为大家整理了几条。一、晚上玩手机的时候开着小台灯，并且要把手机灯光调到最低，不要正对着手机屏幕，因为直射光会让眼睛容易酸痛。二、不要侧着身体玩手机，左右横躺对眼睛压迫比较大，如果连续一个月侧着玩手机，就有可能让眼睛视力出现偏差。但是也不要俯卧状玩手机，因为俯卧会对手肘脑部的血液循环造成困难。三、晚上浏览网页调到夜间模式，如果浏览网页时屏幕上的色差越大越费视力，而夜间模式一般是黑色加紫色，色彩偏差较小，会让眼睛更舒服，但是尽量不要超过一个半小时以上。那究竟应该用怎样的姿势玩手机呢？答案就是仰着玩手机，这种状态对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很合适，手肘可以拿被子支撑着就更舒服了，这才是对健康影响小的姿势。所以各位爱玩手机的小伙伴们，是不是应该学习呢？当然最健康的方式还是戒掉睡前长时间玩手机的习惯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